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沟通，与海外艺术家、设计师及行业内专业大咖探讨时尚潮流，确定优秀的设计图案。开发团队举行会议研讨图案样稿，针对目标市场进行精挑。图案确定后，从公司展览室选出部分样板及对市场趋势分析后所确认的款式，根据样品的款式、形状及尺寸挑选材料。所有细节确认后，公司设计人员根据实物样品及图案的实际比例做出效果图，以供最后的校验。板房师傅通过纸格手工开料，随后将尺寸精密的散件裁片交由后面的环节，将其组合成成品样板。成品样板完成后，开发部门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，检测样品的外观及功能等各方面，以确定其符合预期要求。经过上述各环节，最终一套完美的产品被创造出来。